今天要来分享的绘本故事是 John Agee 的《The W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它中文译名是《书中有一道墙》。那这本书因为它没有很长，我们决定就是中文和英文版都来讲一下给大家听。那先来讲讲我们最近新出的这个中文版吧，好不好？这个，就是强爱吉，然后赖嘉玲译的《书中有一道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哦，虽然没有很长，但是我们哥哥和弟弟都很喜欢。你看这个坏掉，对，这个对，书的正中间有一道墙，它这里有一个小人，它在这边，哇，有猛兽哎，这是件好事，为什么呢？这道墙保护了书的这一边，他要把这个修好哦，对，他把这个修好，他走上去，对不对？用来防备书的那一边，然后就这是什么东西啊？有水来了耶！然后这是他们在干嘛？为什么水来了？对，为什么啊？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他这是怎么了？这个犀牛和这个老虎，还有这个猩猩，他们叠罗汉呢？这想要爬上去吗？哦，你看，还有一只小老鼠，看起来他也想上去。对，书的这一边很安全，很安全吗？哇，他们跌倒了。另一边不安全，不过另一边最危险的是食人魔哦。这个是食人魔，它要吃人的怪兽。这是什么东西啊？ Crocodile。 真的吗？如果食人魔抓到我，他会把我吃掉。你看他在修这块砖头了。食人魔在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庆幸书中有一道墙，而我在墙的这一边。可是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好像一只鳄鱼耶。等等，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回头发现水已经到这里了耶。然后这个食人魔，听到另外一边怪怪的。墙的这一边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啊。哇，他就转眼就被这个水冲走了。他看起来想吃它，对，这些鱼好像要吃它一样。可是那个它很硬，所以那个吃，那不行吃。哦，你还有穿盔甲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食人魔要爬过来了哦。他就伸手怎么样，把它给拎起来了耶？为什么啊？哇，非常谢谢你！你看他梯子都倒了。哦，糟了，我在书的另一边，他在危险的这一边呢。一点都不危险，这边才危险。而你是会吃掉我的食人魔，真的吗？你看看起来好无辜哦。终于来吃大鱼小鱼，然后大鱼又来吃中鱼，哈哈哈！我其实是善良的食人魔，书的这一边很不可思议哦。来吧，我带你去看看。看，他已经吃掉了。对，是中鱼已经把小鱼吃掉，然后这个大鱼又要来吃这个中鱼了。怎么了？嘿，食人魔，等等我！啊，这鱼好大哦，好可怕。然后呢，这里有什么？就是刚才出现的那些猛兽，他们都好开心的在玩呢。然后小老鼠也跟着一起跑。就这样子一本书，可是小老鼠好神秘的书哦。小老鼠最快。对，那因为小老鼠很小。John Agee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绘本作者，他有很多充满想象力的这个绘本。这本很短，所以我们也来讲一下它的英文版好了。然后大家可以自己评估一下，要同时两种版本都收藏，还是就是中文或是英文。The w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There. 他这边写说 ，The wall in the middle of this book is supposed to protect one side of the book from the other side. Supposed to. 他说这本书的这中间这道墙是应该是要为了保护另外一边。那理论上是这样的。那就是可能这里那个被风噗这样蹦就掉了，有可能哦。好， There's a wall in the middle of this book and it's a good thing. The wall protects this side of the book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ok. 为什么他都没有看到？This side of the book is safe. 因为它一直在向对面，好危险。The other side is not. But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ok
is the ogre. Ogre 就是食人魔。If the ogre ever caught me, he'd eat me up. 对。That's why I'm glad there's a w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and that I'm on this side of it. Wait a second, what's going on? 怎么了? This i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on this side of the wall. 可能这边变成那个海了。Wow, thank you so much. Oh no, I'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ook. And you're the ogre who's going to eat me up. Ha ha ha, I'm actually a nice ogre, and this side of the book is fantastic. Come on, I'll show you around. Hey ogre, wait for me.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结局。然后我觉得是一本不管是小小孩或者是大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很多阅读乐趣的一本书，那就推荐给大家。书中有一道墙 The W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Book， 哥哥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哈，拜拜。